今天买了几条巴浪鱼，这个巴浪鱼早上买的了，这种巴浪鱼价格不是很贵，8块钱一斤，这里买了一斤半，12块钱，把它清洗干净。这个巴浪鱼非常适合盐焗，巴浪鱼清洗干净后，用个厨房纸把水分擦干，锅中放2包盐，把盐慢慢炒干，把盐炒干后放一些花椒，接着翻炒一下，炒出花椒的香味后盛一大勺出来，铺平后把巴浪鱼放上去，把刚刚盛出来的盐倒进去，均匀的撒在这个鱼的上面，上面放上些姜葱蒜，盖上盖子焗13分钟，可以了，关火打开盖子，把这些盐推开一下，要剥开这个鱼鳞，这个鱼肉真的是嫩滑，再试一下这一条，哇，这个鱼肉真的好嫩哦，巴浪鱼这样做嫩滑入味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真的很好吃，下饭一流。